部署上講，我覺得如果你話我哋話齋啊，年初至今低位買咗嘅朋友點樣去做呢？我覺得可以靈活少少嘅，即係雖然升嘅幅度多，但係不至於話需要一下子走晒，因為畢竟其實中移動嗰、個息係好吸引啦，息率同埋頭先提到就係嚟緊仲有加派息嘅憧憬添，咁同埋業務又好穩健，股息又唔係貴，咁所以我諗可以靈活啲嘅地方就係、譬如一嚟如果低位買咗嘅，當然呢啲水平你可以考慮啊食住部分股，譬如食三分一或者二分一，咁一嚟落咗部分袋先，二嚟都將剩低嘅貨嘅均價再拉低啲，咁變相嗰啲貨底咧就可以做翻啲比較偏中線啲嘅持有咧，咁我覺得咁樣靈活度比較高些少咯。